大家好，我是旭宇。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成功的获得了这个频道会员的功能。那频道会员的话，目前我是有设计三个方案。那就先简单跟各位讲一下这三个方案的部分。第一个方案叫做与黑棒球队替补，那一个月的月费是60块。60块的话，就是基本上是可以在 YouTube 的以后 YouTube 的首播直播，可以用到徽章还有表情符号。那还有属于专属在会员的专属的聊天室。那第二个等级的话是先发，那先发一样当然是替补，先发就比替补好了，替补就是替补有的东西呢，先发一定有，所以聊天室贴图先发一定有。还有先发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，您跟我讲，我会把你加进我们 Discord 的订阅者群组，就是 Twitch 的订阅者，所以是会一样的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就说会有。遇不到 Twitch 订阅者会一起，然后就是同一个群，但可能就比较可惜的是 Twitch 的订阅的贴图，可能你可能就没办法在 Disc 使用，这比较可惜的地方，就是所以还是有一些价格上有一些差别。那第三点，第三个，与黑棒球队经理特别贵，为什么会特别贵？因为呢，我刚刚先发忘记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先发我会就是只要以后在订阅者频道的人。就是偶尔都会办一些聚会，就是可能吃饭啊，或者是就是聚会，或者是线下活动就一定会约的这种类似吃饭的聚会。那先发名单是可以参加，那就是看人数啊，如果人数很多，可能就会用抢的。那经理的话，就是前面所有讲到都有，以及最重要的一个经理，如果线下聚会有优先，至少会保留大概3到4个。经理的位置优先，而且经理的钱我出，好吗？经理的饭钱是我出的，不用担心。所以假设两个月开一次，两个月一次聚会，你付2200，1200，我相信大概可能会有那个，大概可能会有1000啊，就是你的饭钱还你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不要这样啊，良心企业啊，好不好？对了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再来的话就表情符号，那表情符号徽章之后还会再补啊，这是目前现阶段的几个。然后剩下就是比较不重要的东西，好啦，那大概就是这样。反正就是，如果想要看我继续抽卡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影片，就是可以加入会员，好吧？会员一定，会员的一些优点一定不止这些。那这个剩下的细项比较多一些小细项，那我们都之后在群组里面讲讲。啦，那如果真的，那我也不确定什么时候会正式启用，当你们可以看到那个点的时候，就是代表可以正式使用。那我会希望说，可能大家会抓在之后我 YouTube 的直播功能回来之后会在一起使用了，大概就这样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啊，就按个订阅，按个喜欢，就这样子喽，拜拜。